Welcome to 安详禅 Podcast. Why do we only see darkness when we close our eyes? It is because our karma and habitual tendencies cover the original mind. So, how to bring back the original state of mind? Let's listen to Master Gen Yun's teachings. 第二个，我们就要以这个反省、去恶为学禅的起点。我们如果不把自己的错误去掉，而追求生命的解脱，那就跟佛法的因果法则违反了。这个话怎么讲？因为我们的讲因果法则不是作为一种概念游戏叫我们知道，而又无法下手去做，不是这样。我们了解因果法则，就是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步一步地去实践。我们首先必须要知道，错误是烦恼的原因，任何事不会是没有原因，无风不起浪，而毁灭是罪恶的结果。我们要想免于毁灭，我们就远离罪恶。我们要想免于烦恼，我们就摆脱错误。所以我常说，烦恼与错误同在，你活在错误里，你不可能不活在烦恼里，你没有办法不活在烦恼。罪恶与毁灭同步，当你走向罪恶的时候，同时你也就是走向毁灭。走向罪恶不可能逃掉毁灭的命运，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反省。这个反省有两大功用，第一个，靠着反省找出构成我们这个人的内在。我们讲得太远，这匪夷所思，很难把握。我们讲近一点，我们到妇产科医院那个育婴房里，每个人都是一样，只他不二。他一切呈现的都只是本能，饿了就哭，解了小便大便，你没有给他换片子，他感觉不舒服也哭，他吃饱了很舒服他就睡，他虽然不会做梦，但睡着脸上有时候也出现微笑。那些人的确自他不二，人为那么为什么那么大的差别呢？就是在他生长过程不断的吸收色声香味触法，而形成他的表层意识，而埋没了他的本来的心态，形成了种种的人格，种种的性格，种种的人之不同各如其面的人。我们靠了这个反省去了解，我们构成我们表层意识有哪些偏去的惯性，我们如果不去掉它，我们就不会活得更好。有哪些是妨碍我们事业发展成功的因素，不去掉它，我们注定失败。我们只有靠不断的自我反省，反省的最后，我们就知道山清水路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反省最后不能反省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反省到妈妈生我们的时候，也可能妈妈没有生我们以前。要反省得很认真很彻底，不断地丢掉错误，就去掉学法的障碍，等到没有障碍，就瑜伽 Yoga 联合，跟什么？跟真理，跟佛法，跟宇宙的真实相联合。到这个时候，
你就能够反省到你妈妈没有生你以前，这个就是禅宗讲的本来面目。本来你的本来面目也就是大宇宙的真实，因为你跟宇宙原本不是对立的，宇宙即你，你即宇宙。所以很多人遇到事情不肯去反省，天天生气，都认为这些气都是人家给他的，使他生气是不公平的，如果没有那些讨厌的家伙我不会生气。这个没就无救了。为什么？一个人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你不反省，不从自己身上找答案，那这个烦恼永远切不断。你试试看，如果不是你做错了，不是你说错了，不是你领会错了，会有烦恼吗？绝对没有。领会错了，你是多疑。人家两个人正讲话，你见到他停止，你说这两个一定是骂我。其实人家对你的尊敬。你来了以后，他还在讲话，那表示是看你目中无人嘛。诸如此类，我们做人如果向外面要求，想改变外在的一切，说我活得太烦恼了，这个环境不好，因此而改变外在一切，不满外在一切，你是越来越烦恼，它就是恶性循环。只有你从你自己身上去找那个烦恼的根源，物以类聚，如果你没有错误，烦恼不找你，你对烦恼是绝缘体。只有这样下最踏实的功夫去反省，用因果律来衡量自己，来了解自己，来要求自己，我们才是个真正的佛教徒，我们才有可能活得免于烦恼，才有可能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 Master 耕耘 saidMistakes are the causes of worries, and destruction results from sins. If you live with mistakes, it is unlikely for you to live without worries. When you are heading towards sins, you are inevitably doomed to have a destructive destiny. Only by introspecting ourselves,Can we discover the depth of our lives?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video. Remember to follow us for more podcasts.